好，两位，开这个会是要跟大家讲，我们又演出被取消了，哈哈哈哈。但我觉得这不是重点，还好，我觉得我没有工作倒是无所谓。我们希望疫情能够好转。那我觉得现在最令人难过的是，台湾现在很不团结，我觉得到处充满了仇恨。看了这么多新闻，我觉得很难过。可是我记得以前小时候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，都会有艺人出来说叫什么大合唱，要募款怎么样的，啊，怎么好像现在都还没看到？对哦，周杰伦呢？嗯，五月天呢五月天呢？？F4 呢？嗯，啊，他们那时候唱的是什么歌啊？哎，对啊，他们那时候唱什么歌？不知道，手牵手啊，手牵手，我的朋友。对对对，对就对这首对，歌。他现，可是他现在如果唱这首歌会骂嘛？手对牵啊，手现在不改一下行歌吧？词就好了。嗯，改一那下你歌讲。词啊，就改。手牵手，我们一起走。走去哪里呀、啊？可等等等等等，那个时候和现在不都是一样，是这种呼吸道的传染疾病吗？那为什么那个时候的艺人可以那么多人群聚在一起，然后录这首歌啊？不如这样子好了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艺人都没有出来唱，我们身为艺术工作者，也算是艺人。他们不唱，我们来唱，我们自己发起，好不好？手牵手，由我们开始，好不好？手牵手，我的朋友。爱永远在你左右，不要再恐惧，也不要放弃，这一切将会度过，嗯，因为你你和和我才有我，等一明下，等等天等等等等。的彩虹。这样，这个有人会知道我们谁吗？好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知道我们没有知名度没关系嘛，我们就找一些我们剧场人，然后又有知名度的人来做这个号召，好吧？我你们想一下嘛。说他要是剧场人，然后嗯哼，又要有知名度，很好找嘛，一定有嘛，对不对？像那个谁，那个上次那个嘛。有，一定有。有嘛有嘛，哦，我还，们在两厅院遇到那个嘛，对不对？那个，啊，没有。没有。没事啊，我们就等那些网红出来做号召就好了，他们比较号召力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了，好不好？拜拜，拜拜。好，拜拜拜。拜。拜拜。嗯。